吓到，刚才以为那边是人。哦，没有，找寻下一个地方吧。又开始有反应了，是杀鸡的这边吗？这边是在杀鸡的。好像是在杀鸡的这边有反应。又停了。各位，跟你讲，这里真的超可怕。我刚才有跟你们说，那边是不是又在闪烁？结果我突然间要拍摄的时候，出现一个伯伯，他好像是在这里面。不知道是在干嘛的，他突然间叫了我一下，然后我就吓一跳，我就摄影机赶快按掉，然后我也没有继续录，我就跟他说我在拍影片，然后他就说叫我晚上不要在这种地方待太久，本来还要带你们上去另外一个二楼那边看，然后被他叫那一声我快吓死了，整个菜市场里面就只有我，然后突然间被叫，你们知道超可怕的，我看今天只能先撤退了，找时间再过来一趟吧，哦，超诡异的。好，各位，相信大家现在看到 King 会觉得很奇怪，怎么突然间 King 出现了？因为昨天在最后的时候，我不是有跟各位说遇到一个阿伯，他叫我不要再继续拍摄，那我有答应各位观众，就是要再带你们来看看楼上到底有什么状况，所以我今天下着雨又带 King 来到这个地方，应该各位可以听到雨下得非常大。有点糟糕的天气，然后待会我要带 King 上去看看，因为其他团员今天有事情，所以说没有办法来，那这种小地方就交给我们两兄弟上去查看就好了，看看是不是真的有这样子废弃的几间房子可以进去看的。那因为昨天我在这边用镜子是没有看到有什么状况，可是楼上有点诡异，就是我上去的时候觉得气氛怪怪的，而且楼上很老旧，它有两个楼梯可以上去，那我们待会轮流上去，就是这个先上去，然后再从另外一个上去，看看它两边方向是不是不一样的。那就出发了。好，那你测尾器待会打开一下。OK， 上去吧。晚上这样子来菜市场，感觉怎样？气氛特别不一样。你看一下现在几点？快两点。啊，左边，左边。好像有一些菜市场工作的人已经来了，这边吗？对。小心一点。我摄影机一直失焦了。小心一点！哇，各位可以看一下，整个都已经变这样了。这一边比我昨天上去的那边还更废弃。
那一间是什么？哇，这间进不去了。那边呢？你看，哇，雨下超大的，来，那你走过去看。小心哦，小心哦。感觉有没有住人呢？不知道，好像有，又好像没有。来，走过去看。现在我们就是在怀疑这边到底有没有住人，不过感觉好像是没有，可是又好像有。怎么了？那边的灯是亮的。走过去看，应该很好。要住了，来拿出来一下，我开夜视过去，这边，我先过去看，我用夜视过去看。那边就是我昨天找的那一条。这是那个普通灯塔灯。里面没人吗？它是一个楼梯，下去也是楼梯。我昨天是从这边上来的。好。你要走我前面吗？这感觉有住人吗？有吗？有啊，都有晒衣服呢。我走过去看看。好，来，拿走。我开夜视过去。对，我现在有点紧张。可是这一间感觉好像没有，我觉得都有，都有吗？这个时间大家要关灯睡觉。厕轨迹的反应很大。我跟你讲，其实那边它有一间是废弃的，可是它是在那个晾衣服的过去一点点。因为我从外墙那边其实是有看到有一间废弃的，我带你去看。走。为什么我刚说我住的是因为我其中里面有一间有供奉神明。
真的是一个坏消息，因为刚才我跟 King 仔细的研究了一下，发现我们看到那个地方是它这一个建筑的外面，就是感觉是破旧铁皮的地方。嗯，可是我们刚才实际上上去到二楼的时候，它是有铁门拉下来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进去那一间里面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从外墙虽然看得到它是废弃的感觉，可是从楼梯上去那边它是被铁门挡住，我们是没有办法进去拍摄。对，这个是最麻烦的一点。但是有一个很诡异的地方是，我们刚才上去二楼的时候，测轨器都一直有发出反应。嗯，尤其是刚才我们经过那个人家有供奉神明的地方，对，过去之后，过去之后旁边那个废弃的地方那边一直有反应，可是没有办法进去。好险是我们两个自己来，所以说团员才不会白跑一趟。嗯，因为那边要走进去其实不太好走，路都很窄。嗯、对啊。对，至少看到像这样子的一个比较老旧的菜市场，原来它楼上是有盖铁皮的屋子，然后是有少数的人还有在住，也算是让一些观众可以看到。因为其实如果你平常只是买菜的话，根本不会上去到楼上去看说上面有什么，也算是一个蛮特别的经验，不算是完全没有收获。大家如果喜欢这类的一些挖掘一些比较老旧的房子，或者是一些比较怪异的传闻这类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分享，并且订阅我的频道。那千万不要忘记订阅 King 的频道，我们就下个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